我哋不求减罪，只求敏锐之前，中郎可以借我金鼎药一用，去救一个身为苍生嘅人。攞金鼎药去救刺客嘅逆贼，就系你任三树。一时失手，误伤太子，所以臣先会亲往太医处取药，为太子疗伤。圣上刚好遇食，三王就刚好与亲信比剑受伤，又刚好要用金鼎药治疗，未免太过巧合啦啩。若然攞个金鼎药就系疑凶，只需翻查太医处记录，就会发现无论龙武军定御林军，所谓嘅疑凶都大有人在。因为取药以备后患，留待受伤时急用，系相当常见。果然能言善辩，文武相全，如此人才效忠圣上当然系好，但万一暗藏祸心、图谋不轨，就绝对系大唐祸患。父王，三郎敢以性命担保，任中郎忠心一片，可超日月，绝对唔会做出弑君叛国、背信弃义之举。请父王明察。唉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太平你心系朕嘅安危，三郎你亦都情真意切，你哋两个能够切身处地为朕着想，朕实在深感欣慰。朕遇事当日，任中郎佢奋不顾身，全力相救，朕亲眼所见，亲历所见，相信任中郎佢对大唐、对朕都系别无二心。太平明白。三郎，太平都系关心朕，所以一时紧张，早下判断。姑姑心系父王，三郎明白嘅。既然一场误会，大家就无谓再争持落去啦。三郎唔谨遵圣命，只要皇兄一切安好，太平亦都心满意足。好啦，你哋既然互相理解，咁就同心协力，互助社稷，咁朕就安心啦。多谢殿下相救。你系无辜嘅，我又点会见死不救？敢问殿下系点样得知公主要借金鼎药问罪于我？公主善眼虽多，但我哋嘅密探亦都唔少。喺我去揾殿下之前，殿下竟然收到密报，知道公主竟然揾到我大师兄嘅尸首，仲派人去咗太医处度查金鼎药嘅处方记录。直到何丽丽揾我，佢话你曾经攞过金鼎药俾佢，我就已经推测到公主嘅用意。咁殿下嘅伤虚晃一招，为咗救我哋，殿下假扮受伤，今犯欺君之罪，冇死一搏，属下罪该万死。诶，三叔，你我既系君臣，亦系兄弟，本应两胁插刀，你有何罪之有？不过有人犯下大罪，我就唔可以坐视不理。如今任中郎清白既还，要罚要杀，任凭殿下处置。殿下，何丽虽然有罪，但都只因心系同门师友，其情可悯。无需多讲，我主意已决。何丽，本太子命令，从今以后要披心沥血，竭忠尽职，作我左旁右臂。但系，属下犯嘅滔天大罪，以杀止杀，只系扬汤止沸；以恩止杀，先至系绝身止火。既然你白如同门含冤而死，你就要查明真相，祭奠亡魂。你意气用事，铿锡父王，你就要将功补过，康助大唐。殿下因危病重，真系义逼云天。其实今次我出手相助，唔系净系出于兄弟之义，我亦都真心希望文传孙嘅沉冤得以洗雪，真正嘅始作俑者得到惩治。起身。而且既然我得到你呢个昆山之玉、栋梁之才，我就希望你能够继续为大唐、为本太子效忠尽力。你话过要除奸惩恶，辅助大唐，如今英主明君就在你面前。太子不杀之恩，知遇之义，我何来此生铭记？誓死追随，誓必抽出真凶，以报效太子。好，咁你以后就要鞠躬尽瘁，效忠大唐。他人以锦绣江山，赎你此次大罪，以和平盛世，祭你枉死兄弟。属下领命。圆圆，点啊你？公主有冇俾饱饭你食啊？有啊。做咩一路拧名面啊你？我俾蜜蜂针针啫嘛。公主，伤成咁嘅？诶，好小事啫，系望落去恐怖啫嘛，唔痛嘅。唔痛你又缩？真系冇事咧。你仲话冇事？
你周身都是伤啊，他们究竟怎么对你啊？哎，不怕，我啊身手好，识避识射你的嘛，手脚仲齐全，都冇伤到筋骨。有冇去找医师看看，攞啲药查下？公主下了命令，我夠胆踏出千秋殿半步，就要我更加好受。咁不如我帮你攞药送嚟俾你。唔好啊！佢哋知道我好得快，一定会打得更加狠噶。咁点算啊？我打得挨得，冇事，冇事，冇事，净系识话冇事就真系无补于事。我得罪咗公主啊！佢唔使我死无全尸已经好事嚟噶啦。你嚟咗呢度几多日啫？用乜嘢啊？断手断脚五劳七伤，唔系啦，你都系。我系谂办法远走高飞，你知道我唔会走噶。我知道。你一定要找回家姐，但是未必有命，你都在千秋殿嘛。唔知道，我知噶，我知道。就算我不肯放弃，就算我肯坚持，最后的结局都未必可以如我所愿。你不要咁讲啦，你话过行善天不欺，你一定大步揽过。嗯，我要入翻去啦，唔使担心我。算女今日千祈求，望女窝娘娘怜悯，解救善人于苦难当中。算女今日千祈求，望女窝娘娘怜悯，解救善人于苦难当中。若千参见太子妃，起身先。谢太子妃。呢度既无天尊佛像，亦都无神坛祭品，点解你要喺度跪拜祈求？回太子妃。我家乡有座女娲庙，相传女娲娘娘只要听到诚心祈求，就会应其所愿，拨开云雾，青天再现。你家乡向南方？若千打算跪到云散日出，希望女娲娘娘能够听到我的诚心祈愿。你想女娲娘娘听到，定是本宫听到啊？其实正如你所讲，你可以何时何地朝向南方祈求，但你偏偏就拣咗呢一条本宫向贤妃请安嘅必经之路，你个用意实在太明显啦。太子妃恕罪，若千眼见好姊妹，就嚟小命不保，实在别无他法。你口中嘅好朋友系圆圆，系啊，就系司徒房女士圆月。本宫呢几日都好挂住圆月嘅事，求太子妃帮下圆月，救佢出新天。圆月有你呢个好朋友，佢真系好有福气。之但系今次呢一件事，唔系单凭本宫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得到。太子妃系我哋最后嘅希望，求你大发慈悲，谂下办法救圆月。事到如今，本宫可以做嘅就系命人煮几道菜肴，等你可以借送饭为由前去探望，而之后嘅事就睇佢自己做法。张相公，今夜嚟揾我有事？帮司善请送客帮忙，做咗一套新厨具，我都请佢帮忙做咗一啲新口味嘅糕点，所以属下打算借此揾我帮忙。张相公真系细心如陈察己之人啦。为咗嗰个圆月，真系冇嘢可以瞒得住张相公。属下想请你同太子妃讲声，睇下圆月而家喺千秋殿点，会唔会剩翻半条人命啊？呢件事南宫私设，你无需多虑啊。人心欲造，即善就系正道，佢始终都系我哋私设房嘅人，我点都唔可以当睇唔到嘅。太子妃都一样唔会。太子妃会帮圆月，会唔会好似夏天望落雪啊？太子妃一向与人为善，又体恤下人，最重要的今次圆月得罪公主，因为她就保护太子妃。道理我识听，就系咁我先惊啊！公主肯定觉得圆月唔知掟包我颈，先至打到口中兼面青啊！公主高调抢喺太子妃之前带走圆月，又对佢严刑虐打，讲到底就系要借题发挥。佢要告诫所有嘅人。
边个企喺太子妃嗰边咧，下场就系咁。你认为太子妃呢口气咽得下去咩？哦，再讲佢唔会坐视不理，再试佢亦唔会俾人明替眼理。总之闲事莫理，呢件事冇我哋插手嘅余地。唯一救到圆月嘅人就系太子妃。遵儿参见姑姑。太子妃等咗好耐啦，你应该早啲通传啊嘛。姑姑要务繁忙，遵儿只系等咗一阵。公主恕罪。从怀见到公主正在午睡，唔敢打扰，要太子妃等咗一个时辰有多。大胆！太子妃统领上宫局，招了后宫百慕缠身，你斗胆耽误佢咁多宝贵时光？从怀知罪，太子妃恕罪。遵儿真系要向姑姑多多学习，点样教得下人如此坦诚忠心？遵儿今日嚟系有一份礼物，想亲手送俾姑姑。哦。这个翠色莲花瓷瓶色泽高雅，莲花清雅温润，瓶子的形状象征大肚能容，所以取名雅量温容。遵儿一见到这个瓶子就觉得是为姑姑量身消滞，希望姑姑喜欢。无事不亲近，有事献殷勤。我想太子妃今日登门不单纯是送礼，而是要一物换一物，换翻嗰个宫婢圆月啊嘛！姑姑明白遵儿嘅意愿，实在最好不过。你对嗰个宫婢真系关顾有加。其实遵儿怕圆月不识大体，有所得罪。既然担心佢服侍不周，不如送佢翻上宫局，以体面名，重新调教。本宫就知你固守己见，执而不化，点都要执着呢个宫婢唔放。姑姑雅量温容，一定唔会同遵儿计较。既然你对佢情有独钟。本宫亦都系一个通情达理嘅人，咁就唔好送去上宫局啦，送翻你武德殿啦。多谢姑姑，不过本宫担心，我肯放，你未必敢收。姑姑愿放，遵儿必收。好，抬佢出嚟。区区一个宫婢，点解你要折磨成咁？太子妃请你慎言，佢搞成咁与我无关。系佢唔知犯贱定命薄，无缘无故身染赖风。听闻患咗赖风，起先好似佢咁满身红斑，之后再破烂浮肿，颜容尽毁噶。呢个系传染恶疾，仲会祸及他人。本宫已经打算送佢去宫人斜噶啦，但系头先太子妃你择地有声。话本宫愿放，你就必收。本宫唯有成人之美，如你所愿啦。太子妃，我唔要去高人邪啊！太子妃，你心地善良，大慈大悲，我求你带我走啊！太子妃，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既然你落唔到决定，等本宫帮你落。抬佢工人斜，唔好啊！太子妃，太子妃救我啊！太子妃救我啊！咪住，送佢武德殿。多谢公主，封王成全，本宫只系遂你所愿，无需客气。不必多礼，谢太子妃关心，但太子妃千祈千祈唔好接近我。你根本唔系咩传染恶疾，你之所以身上出满红斑，系因为我命人落咗七树粉喺食物入面，再托金玉签送去俾你。而家你只要服药调理，身上嘅红斑自然会减退。但七树粉对我嚟讲系毫无反应噶。
冇反应，咁你身上嘅红斑系真噶？唔系啊，我唔系赖疯，我身上起红斑系因为我掂过陈麻叶。陈麻叶嗰日若千到千秋殿送饭菜俾我，蟹肉丰富，闻落好味。系太子妃命我攞嚟，佢话就算帮你唔到，至少你都有餐食得好，已经很好噶啦。你一定要帮我多谢太子妃，连太子妃都爱莫能助，我都不知道可以点算。我好像知道七雪粉。我明了。明咩啊？太子妃不是不想带我走，而是想公主亲自送我走。太子妃是想我满身红斑，以假乱真，被公主以为我传染恶疾，将我赶走。原来是这样。不过七雪粉对我毫无作用。吓，咁就要麻烦你帮我找陈麻叶翻嚟。不过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整烂啲叶王。得，只要掂到陈麻的汁液，我就会马上又痛又恨，出晒红斑噶啦。你猜到本宫的用意，就用陈麻叶替换咗七树粉。你真的好机灵，都是太子妃的计策好啫。你为了教我用心良苦，我梗系唔可以有所差池啦。不过我真的未听过有人对七树粉冇反应。细个嗰阵，成日同家姐去刮芋头，试过有一次唔就七树花，家姐就全身红斑，而我就乜事都冇。我身度可能仲残留咗啲陈麻汁液，所以太子妃，你千祈唔好掂我。咁我要揾医师帮你诊脉，再重新开嗰啲药。唔使啦，之前试过好多次，冇药医噶。吓？咁点算啊？忍咯，总之忍忍忍忍忍，忍得三五七日就唔会痕、唔会红、唔会痛噶啦。冇退路之余，要俾佢知道，俊儿要得到嘅嘢唔系咁容易退让，实在一石二鸟。系三郎你教我。必有用。都事入无睹嘅，少少事都做唔好啊！做啲咩事做得到啊？快啲扫走个雀巢，清走啲蛋，继续有外观尖嘅话咧，就真系唔得掂啦！快啦，系参见太子妃，免礼。谢太子妃。圣爱寺棵树有咩唔妥啊？回禀太子妃，臣注意到有野鸟喺树上筑巢，所以命人将佢移走。咦？嗰只系咪喜鹊啊？背尾灰黑，肩羽纯白，的确是喜鹊啊！喜鹊登枝，吉祥如意，实属吉兆。你刚才是不是说要移走个雀巢？当然不会啦，神见到个雀巢有啲倾侧，所以命人将佢移好，等啲蛋就可以有个好家，成功孵化。你哋两个仲企喺度，快！等等，等本宫上去。吓、啊，太子妃身娇肉贵。岂能做如此粗活呢？等佢做得噶啦！本宫一直以嚟只见过喜鹊，冇见过喜鹊蛋。但你今日有机会，本宫可想亲眼一睹。哦，我明白啦。民间都有流传，摸个喜鹊蛋，年年有子孙啊！嗱，我哋要打醒精神，扶堂梯，小心保护太子妃。系。太子妃，小心啊！刚才一带的巡逻人手编配就交给你安排。是那一带有不少重要宫殿，
我会抽调精兵强将，加强巡逻。武德殿附近，尤其要多加人手，以保证太子同太子妃安全。是。臣冒犯，太子妃有冇受伤？太子妃，你冇事啊嘛？臣应该阻止太子妃，系臣该死。大家唔需要担心，本宫冇事。多谢任中郎相救。保护太子妃安全系臣嘅份内事。不过攀树太过危险啦，下次烦请太子妃命臣都做得啦。今次只怪本宫一意孤行，麻烦请任中郎同我参军，千祈唔好禀告太子，以免佢挂心，挂罪于大家。臣明白。请太子妃小心保重，任中郎有心，请太子妃慢行。梦太深，灯光如火，再分不清，根本不知痛楚。贪真爱是各种牺牲，是真诚还是错？无人可以再阻挡。是谁定的亲？是谁立的盟？是娘亲生前为我定的亲，是父亲作主为我立的盟，父母之命难违。那你的意愿呢？你不是说过，作为子女，终其一生都要孝于亲。朱元段，琴声娇，飞花落，相离别，梨花十色，与君长眷。你身不由己，我心意不渝。从今以后，林子王李隆基就是我的依靠。三叔，不必留恋，勿复相思。青青紫衿，悠悠我心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心事藏在心入面，就好似鱼刺啃喉咙度。既然辛苦，不如吐出嚟，或者可以松翻口气。明白嘅。做兄弟，唯有陪你一起喊天光，冲走啲愁绪。走入愁肠，唔知又会唔会勾起一番新仇旧恨？我以为前尘旧事如影寻寒潭，估唔到事过境迁，仍然会因风起皱。咁你嘅心就不曾一潭静水，而系一直有所挂虑。父亲改我个名作树，就是希望我如心而活，可以自在洒脱。结果我心存杂念，烦恼缠身。与其执着守望，不如自在相忘。
相蒙易志，光就容易。临尾当年师范之恩，重如泰山，又点能够话忘就忘？当年我同娘亲离乡别井，投靠远亲，点知惨遭冷待，食不果腹不得止，我娘亲仲身染风寒，多得佢伸出援手，我哋先能够渡过难关。大事过境迁，人家都已经嫁作人妇啦。我欲断情，奈何恩重，情早已埋藏心底，但仍然偶起涟漪，徒增愁绪。恩就唯有默默守护，终此一生。渡河必须有船，但上岸之后，唔忍心舍弃嘅就会变成负担。师父讲过，放下自在，卸下重担，才可以逍遥自在。往事如烟，其实早就应该放下，可惜知易行难。我家乡连月大水不治，阿爹同娘亲嘅墓地都被水淹没。之前派去你家乡守坟嘅呢个邓祥，都算尽忠职守。一出事就马上来信。俊儿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命人着手重新收葬。三郎啊，俊儿有一个不当嘅要求，我真系好想回乡，略尽绵力，聊表孝心。为人儿女，应当尽孝道。咁早我已经请示咗父王，佢遂你所愿，准你回乡。谢圣上隆恩。你都感謝三郎你的心意。當年岳父甘願典當棉被錦袍，都要換來一碗湯餅同我賀壽。可以的話，我都好想同你一同回鄉，只可惜我事務繁忙，實在分身不下。三郎你有這份心意，相信雙親傳下有知，已經感到安慰。屬下參見殿下太子妃，重新編排宮中龍武軍部署一事，屬下經已整理妥當。三叔办事，我好放心。是啊，太子妃准备回乡修坟尽孝，我未能相伴，所以我想请你一路相护，保佢平安。太子妃今次回乡的路程都尚算安全，不过有你相伴，我就更加放心。三郎为尊儿安排备至，加上有任中郎随行护送，此行一定顺利安心。既然殿下同太子妃信任属下，属下定必竭尽所能保护太子妃。咁太子妃就拜托你。属下领命。太子妃，仲有两个多时辰才去到最近的客栈，需不需要稍事休息下？入客之后山路更难行，都要继续上路。是。妙瑞，越近山上天气会越加寒冷，麻烦你帮太子妃加添外衣，以防着凉。妙瑞知道。臣皇宫之外，不必多礼。我刚才命人煮咗姜茶俾大家暖身，你饮咗未啊？已经饮过，多谢关心。唔知系咪离家乡渐近，无论系晚膳嘅菜肴，以至刚才嘅姜茶，都分外好味。故土依依，近乡情浓，自然一茶一饭都倍觉亲切。臣知太子妃回乡心切。經已安排大家聽日早起去市集添置乾糧用品，至時就帶隊起行。唔知可唔可以延至午時先至起行？點解？鳳凰山呢一帶有一座斷崖佛，相信任中郎都有聽過。斷崖佛遠近聞名，其山崖峭壁，形似一尊栩栩如生嘅大佛，因而命名。相傳只要向石佛誠心祈求，則必求福有福，求子得子。所以我好想趁大家补给嘅期间去参拜祈福。就照太子妃意思，臣会随行护送。
衷心希望太子妃同殿下心愿达成。咁就有劳你。希望佛祖垂怜信女，赐下麟儿，等我早日为夫君散业开支。若佛祖显灵，就请体恤太子妃的诚意，如其心愿。再求佛祖庇护夫君，安康顺意，力排万难，一展宏愿。太子英明磊落，心系苍生，太子妃无悔守望，同心同德，愿二人一生幸福，无苦无难。苦难我无惧，辛酸我愿偿，只求心愿达成，还望佛祖指引。多谢施主。施主请留步。施主灵气灌顶，却心有牵累，一念之正，百邪隐退；一念之差，万劫俱来。大师，是不是看到什么玄机？可不可以明示？善念常在，业障不来；恶念不起，业障自去。施主，还请你谨记一个善字。善念常在，业障不来；恶念不起，业障自去。施主，还请你谨记一个善字。姨娘，同林之王的婚事是亲娘生前为我定落，点解而家出嫁嗰个唔系我，系王家？你命硬啊！呢年你自己有娘亲都吓得死嘅，你仲奢望可以嫁得好啊？你唔怕连累人，我都唔敢放你个扫把声出去啊！当年同林之王李隆基定亲嗰个系我啊，绝对冇理由变成妹妹嘅亲事。姐姐啊，婚事乃系父母之命，而家我娘亲先至系你娘亲啊嘛。我娘亲得一个，我娘亲已经长面久存。无论如何，呢件事我已经同你阿爹商量好噶啦，一月系由你个妹，我嘅嘉儿嫁俾李隆基，你无需多讲。送情文案，早前商州一带嘅水灾导致田地被淹，农产失收，多处盗贼为患。咁当地设施有何应对措施？佢哋竟然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不过因为商州受灾严重，有些当地盗贼流散异地，欺民霸市。其中最猖獗嘅一伙盗贼，甚至竟以占山为王，目前正盘踞凤凰山。凤凰山系凤凰山位处于三县交汇处，系附近村民出入必经之路。亦都是太子妃回乡必经之路。
无需原因，缘分捉紧埋沙情感，圆月总有明暗，人生会有太子妃遗憾，待你真缘浅情深，伴随又相分，留低余温，情未可以自禁，何解要我恋多半恨，又再度要伤心，夜已深，段段情话已变穿梭，纤纤身躯破火，百花世间百转千回，唔好等低我，未再经过，谁来宠爱我，无法再帮助，梦太深，唔好走，虚假如真，我喺度陪住我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离开你。太子，遵儿呢？喺入边。遵儿，遵儿。三郎，真系你啊！我知道你一定会嚟揾我噶。你做我喺我最需要你嘅时候出现喺我眼前。无论前面有几多艰难险阻，三郎承诺你一定会不离不弃，守护你身边。殿下，属下经已遵照殿下嘅安排，命长嘅龙武军兵分两路，一路上凤凰山追剿山贼，另一路揾翻妙月等人，明天一早在此集合。今晚我哋就在此集作协成。呢个别院系新起嘅行宫，偏僻隐蔽，大可放心落脚。三叔，你有伤在身，今晚要好好休养。属下嘅伤并无大碍，唔知太子妃而家情况点咧？遵儿已经稍有好转，而家系冬伤少休。不过我同佢商量过，为免再生事端，回乡一事暂且作罢。明朝等人马到齐，就起程回宫。属下保护太子妃不力，请殿下光罪。你又何罪之有？全靠你奋身保护遵儿，护佢周全，佢先可以平安渡过此劫。有你呢个好帮手、好兄弟，多谢你。殿下事有如兄弟，兄弟之间何须言谢？系咧，你同殿下点会突然之间嚟到嘅？殿下得知凤凰山山贼围祸，生怕你哋遇袭，所以连夜出发。喺途中，我哋见到妙药揾紧你哋，所以就兵分几路搜查。好彩揾得翻你哋，知道你哋无恙，我先放心。我嚟保护太子走先。系，要杀一齐杀。要退一齊退。